谢谢大家，我们再次掌声谢谢 Mask。 耶，好了，真的结束了，大家可以慢慢的回家了。希望大家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不要为难警察哈、哦。然后口罩戴好，保护自己，保护他人。希望你们今天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如果你有买吧台的饮料，那如果你喝完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拿到吧台那边给他们。做一个回收。那雨花村明天也有很好的表演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回来雨花村，一起玩乐，一起表演。那么礼拜三到礼拜天晚上都有音乐表演。那一样提醒大家，真的是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保护自己，保护他人。那在这边感谢大家今天愿意花这500块来铁花村欣赏表演，在这边祝福大家回程平安，旅途愉快。那也要记得身边的个人物品，手机、钱包、钥匙、耳机、充电器、行动电源都能够好好的带在身边，不要让它留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可能也找不到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听 Mazika 的演唱会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